Natanis， 你们这些家伙出手真够狠的，天空之盾已恢复连线，我们这就空投骑兵。我们会和你一同前往地面获得钥匙。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，好像我们下面的朋友也这么想。当我们在空间站上苦战的时候，他们袭击了皇宫，安全数据显示钥匙被带走了。我妈以前常说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恕我耳拙，雷的朋友。 我听得出这句话能有什么帮助？<笑>我也是。稍等，我有情报了。一支莫比斯军团的疏散部队正在前往本内特港，他们带走了钥匙。我们不会让他们逃走的。太阳核心有情况，大助教。等你有空了，请过来查看一下。妈的，他这个台词是什么意思嘛？太阳核心，先看看这个吧。 选择核心检阅您的选项，大助教。妈的，屌炸天了！该阵列综合显示了亚顿之矛的武器与支援系统，每一个系统同一时间只能启用一种能力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能力来配合你在不同战斗中的战术决策，大助教。我们当前可用的太阳能碎片显示在此处。 剩余的所有太阳能碎片都可以分配到我们的附属系统。啊，这。看。 单位或建筑被冻结，那这意思就是几乎是瞬间完成。哎，还是我看先选这两个。 军团正带着神器前往本内特港，我们必须赶在他们逃跑之前阻止他们。有不朽者，那都说可以造 VR 了。嗯。 欠你一次人情了，Tanis。感觉刚才我的脑子要爆炸了。
指挥官，药石正在重新充能，他们不久一定会再次进入药石，我们必须把它夺回来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整装出发吧，好伙伴。我操！怎么现在变得对人类也有效了？可以在机械台里制造不朽者，他们是十分擅长攻城拔寨或者保护盟友的战斗单位。上面是人类的基地。这种情况下，哎，我靠，这两个作死的兄弟们会找莫比斯集团算账的。等你们建立了防御，就准备开战吧。哎呦我靠！把这路口那么宽。哦，上面是他的基地。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建立有效的防御工事，尽可能的拖住他们，这就出动，在他们下一次发动药石之前，你所在的位置都很安全。妈的，这意思是我可以开风矿了。帝国研究社室发来报告说，他们正遭到攻击。如果你能救他们，我会把他们收集到的心灵科技还给你们。我们解救了一座帝国设施。这么快就解救了？真不敢相信，我们活着逃出来了。我们会留一些医疗兵下来帮你们。跟着医疗兵。妈的，我想开矿。来，我跟他跟到哪儿去了？把他跟到这儿来了。那这么说，妈的，我只用把这个口防好就行了。我们的使命有成。药石即将发射另一波干扰行星，干扰持续期间，人类部队将无法动弹。这，他为什么就那么屌吗？那我一边靠不朽去挡，一边靠这个。两边的人类都不哎，我感到了你的存在。妈的，那正好我过来干死你。你的盟友正在交战。我好怕。等他先打他地堡，我再来还击。哇，这他这么脆！我早知道我怕你个鸟。
嗯，那我不怕。哇，不朽他现在还有这个技能，把那个技能没了。哎，他也没那个技能。哎，他不能使用魔兽里面假装有 A 队友那个动作来转移仇恨。指挥官，我们的部队已经准备就绪，帝国正在和莫比斯军团交战。那我造这个吧。再放个断炉来升攻防，放两个双升攻防。来干死你！遭到攻击。什么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应该折越更多的光子炮台，他们能防卫我们的枢纽，击退敌人的进攻。这就行了呀。干死你！他能给我加血吗？我走过来试一试。然而并不能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产钱速度够吗？现在我有五个，这个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妈的六个，哎我靠，不吃素。你的矿物储量不足，你的矿物储量，你的矿物储量不足，你的矿物储量不足，你的矿物储量，你需要建造更多的水晶塔，全都放在这里。水晶塔，妈的，老子折月一个就有了。呀，被他搞死了一个。呀，没操作，不好意思。又一波干扰，记住，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保护盟友免受混合体伤害，或者进攻莫比斯军团。我们击破了他们的防线，抓紧在那儿修改地堡。我家狗怎么了？在咳嗽。我们走下面吧，我感觉他是在走上面。哦，两路都有。药石的干扰波也在影响莫比斯军团，我们应该在确保盟友安全的情况下攻击他们。我
们的使命永不终止。那上下各三个。把他干死了。我觉得得造点防空的。我也跑了。可恶，头快疼死了！多谢帮忙啊，泰内斯。妈的，没有 BY。我们的水晶塔遭到攻击。那还好，他去打水晶塔去了。把他干死了。没盾了，他到后面去。帝国 SCV 在这里建立防线。啊！不要逼我。哎，老子没有防空的，等他们小兵上来，拖一拖，好。造两个还是夸张。我靠，农民可以给他修，来给哥修一修。我感到了你的存在，后沙罗斯。要是即将发射另一波干扰行星，干扰持续期间，人类部队将无法动弹。我听到了战争的到来。你
需要建造更多的水晶塔。没人口了。干死你！我这么多不朽，你觉得我怕你？趁现在把他们的地面都干完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怕了你了。造点对空的，刚才眼前黑了一阵子，还好有你保护我们。今日我可效命。我们来去匆匆，要去有，居然有这种东西。谢天谢地啊，几乎所有人都死了，就剩一些医疗运输机了。我会派一些救援驻援手的部队。再去把上面那个也夺取了。妈，你屌！坦克在哪里呢？迎战队员，向前推进战线。说出来，干死你！谢谢你们帮忙，我们最后一批科学船已经出发去前线了。Valerian 元首，我们已经成功控制了所有受到威胁的设施。大主教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忘记你的仁慈。今日可效命。
多刷点闪退。秘密波干扰行星，干扰持续期间，人类部队将无法动弹。我是你的失去，寒冷即是虚空，未来如你所愿，能抵虚空之风的。妈的，你又要叛逆！全程跳脸，想到结局会是如此，噩耗接连不断，帝国领地沦陷，哨站被摧毁，无数勇敢的战士们死于非命。死亡是所有战士的命运，也许我们也马上就要面对。命运不是上天注定的，而塔尼斯，如果 Zella 2相信你可以力挽狂澜，那么战斗才刚开始。你们人类习惯和朋友握手，对吗？
刚刚握手的看到德拉图的那个了，他应该知道德拉图死了。